哇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太阳准备要升起咯。这样的景色搭配下雪的特效，是不是看起来超美的啊？今天荆棘拜他要准备烟火的晚会哦，你们看他家真的很高啊，我看起来有点害怕。好的，我现在呢已经准备好录影的器材咯，随时就可以开始哦。这位先生，你很累哦，烟火还没有开始放啊，你怎么就先度孤了？你昨天到底在忙什么啊？怎么可以累成这样子？然后你们看他用鱼缸啊做成这样的高塔，里面放了满满的粉团，真的是超壮观的，现在超多人的哦，非常的热闹，已经有人等不及已经先放了。好的，现在已经到了最嗨的阶段咯，准备倒数3、2、1，开始咯。是不是超美的？这样子呢真的很像去101，我超怀念到101看烟火的，希望今年可以再去101。那你们都去哪里看烟火跨年呢？看来这次大家都准备了很多的星星烟火哦，这样子放起来效果非常的好看哦，很亮眼。虽然已经下雪了，但是呢跟大家这样子挤在一起玩烟火就不会冷哦。非常喜欢这次的烟火的道具，可以这样子跟大家一起玩。希望官方以后可以多设计一些这种可以互动的一起玩的小道具，你们觉得呢？我现在来一个360度大特写哦，给大家看看吧。大家一起来数数看，到底它有几只粉豚呢？好了，烟火结束咯，真的玩得非常的开心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玩降落伞，大家都要撑起伞然后往下跳哦。怕高的人呢可以拉旁边人的手一起跳，这样就不会怕咯。我跳，结果我刚好卡在半路。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排的粉豚高塔啊，真的是太壮观了啊，每次到荆棘拜的家都让我非常的惊艳啊，叹为观止。然后在白天放烟火呢也是有不同的效果哦。虽然圣诞节还没有到，就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咯。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按个赞，记得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